在咱们动手啊，实际的去做这些任务之前啊，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泰坦尼克号啊，它的一个数据是长什么样子。嗯，来看一下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然后呢，正常下载下来之后啊，它是一个点 csv 的文件。我们把它放大一些，哇，展开一下，在这个里边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个列嘛，这个每一个列啊都表示着不同的一个特征。 那对于这些特征来说啊，我们要选什么？我们就要选择出来哪些是最有价值的嘛？那你一打眼儿能看出来哪些是有价值的吗？看不出来吧？所以说啊，一会儿呢，我们还是主要基于啊一些统计分析来去做的。那首先，咱们就先来看看都有哪些指标啊。第一个，第一列什么？第一列是一个 passenger ID，一个 passenger ID 啊，相当于是一个啊一个乘客他唯一的一个编号。你看，它是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直到看最后多少个？ 最后，咱们一共是有八百九十一个，也就是说啊，咱们现在这里一共多少人啊？一共是有八百九十一个，这是我数据量，数据量是非常小的啊。咱们拿到一个比较小的数据集。然后呢，第二列什么？第二列是这个人他有没有被获救？零呢代表啊非常遗憾，不好意思没有被获救；一呢代表获救了吧？这就是啊咱在咱们这个数据当中啊，它本身有这样一个标签儿。 然后呢，这个 P c 拉 a s 相当于是一个船舱等级，因为那个泰坦尼克号是哪年的事儿啊？哦，这我真不知道哪年的事大概是九十年代初吧，九几年的事情，反正。然后呢，那个年代啊，就是英国，你说。 他们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做一个贵族之分啊？因为现在他们有皇家皇室那说嘛，我感觉啊，可能就是他们那个年代可能会分一些，就是啊，按照一个人的一个档次会分一些比较有钱人或者是没钱人，可能有这样个事儿啊。然后船舱等级啊，他们就是我感觉在这个书籍当中啊，跟我们所说的什么一等座、二等座、三等座还不太一样，他们的区分程度啊，应该还蛮大的。一啊，代表着是一个比较顶级的。 二呢是中等的，三啊就是一个像什么，像是一个大众级别的这个含义。然后第四列啊，它是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啊就是说一个人他叫什么，叫什么里边啊它是有一系列的一个前缀的，这个前缀啊反正就是这个人叫什么。咱们来看，就是对于这个老外这个名字啊，咱们来看，我天呐，这个名字你说长不长？看起来这么长的一大串子。 那这么长一大串的名字啊，咱们干什么呢？暂时一看，一个名字跟他获救与否有没有什么关系？好像来说关系不大。但是一会儿啊，咱们再来实际看啊，看一下最终啊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关系。第五列，第五列啊是一个人的名字啊，不是一个人名字，一个人性别啊。他的性别来说有男的，有女的。那这里啊，它其实就是一个二选项嘛。你要能找第三个，我也服你。在这里啊，相当于是一个二十属性啊，在里边要么是男，要么是女。 然后呢，age 是他的一个年龄，年龄啊，我给大家看了一下，基本上从那个嗯几个月，然后最大的是一个八十岁，在这区间啊，什么人都有。然后可能二十到五十岁之间人啊，他是比较多的。这就是啊，他一个样本，他一个人的一个年龄。然后这一块啊，你看他现在有个空值，这个空值啊，表达含义就是说，嗯，当前的这个人呀，这个信息丢失了。那大家想？ 丢失了怎么办啊？丢失了，我得想招儿给他找回来啊！怎么找呢？一会儿啊，咱们到时候再去说。然后呢，这一列属性啊，表示的就是说，嗯，一个人啊，他可能跟咱们现在这个年代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可能是这样，就是说，哎呀，咱们现在可能都是独生子比较多吧。因为像是如果说比我小的，我估计就是九几年的或者是零零后啊，可能咱们都是一些。 嗯，相对来说是独生子比较多。然后八几年、七几年啊，尤其像咱们父母那一代啊，基本上就是兄弟姐妹个数很多嘛。然后他们那年代也是，也是兄弟姐妹个数啊都是蛮多的。然后呢，他统计的这样一个指标就是说，一个人上船了，嗯，跟他一起来这个船的他的兄弟姐妹的数量是有多少个，这个是兄弟姐妹数的一个个数。 然后后面呢？后面这个是 parent and child，它的意思啊，就是说，嗯、哦，它不是你兄弟姐妹了，而是你这个老人和孩子的一个数量是有多少的，有这样的一个含义。这点啊，其实加在一块啊，就是你的一个大家庭一共有多少人。左边呢是兄弟姐妹，右边呢是老人孩子这个意思。然后后面这个例啊，它是一个船票的一个编号。哇，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呢？ 感觉感觉一想，好这么个事儿。你说一个人能不能被获救，跟他的一个船票的编号能有关系吗？这个东西要有关系了，那我就去买彩票了。暂时认为啊，他们之间是没关系的。一会儿呢，关于 ticket 这个列啊，我们就不去用了，因为有可能会认为，哎呀，这个编号应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的。而且这个东西啊，而且它的数值比较乱啊，也没有什么可分析的啊，咱们就不看这一列了。后一列，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船票价格啊。 哎，其实，但是你说当时的一个七十多块钱，我也不知道这个这个到底在当时啊，就是意味着是多少钱。但是我估计啊，你能上这个泰坦尼克号啊，这个价肯定就是不会少的啊、哦。没准就是对于现在来说，不能说头等舱吧，肯定要比头等舱档次要高几高几倍是吧？能上泰坦尼克号的，你看它的价格差异比较大、啊。 最贵的，贵的我看找一小贵的有一百多的，便宜的呢，便宜的可能有几块钱的。你看这有个七块多的是吧？七块两毛五的还挺多的。你看好多七块两毛五，好多七块多的。也就是说啊，不同的一个档次，它可能跟这个仓位的档次不一样。你看三等仓的，它这个七块多。 一等舱的七十多，三等舱的又七块多，一等舱又五十多，所以说啊，它可能就是跟你的一个仓位等级是有关系的，再跟你其他的指标没有关系，呃，这就不好说了。这个可能就是贵族来说呀，他们玩的东西啊，咱们不懂。这个就是咱们有现在啊有一个船舱的，不是船舱，你的一个船票是花多少钱去买的？每一个人啊要上这个船都会有一个船票的。 下一列，下一列啊，就是你住在哪个船舱？这个船舱啊，它的一个编号，什么 C 八五啊，C 一二三啊，一四六，6, 但是数据当中也没有解释、呃、就可能一个人或没或救，跟这个船舱靠没靠近它的一个甲板，还是靠没靠近一个救生舱有关系，这个、东西啊不太知道，但是我大概扫一眼，我天哪，这里边什么样啊？缺失值一片一片的。 这么多缺失值，一般情况下我们怎么认为？缺失值太多了，而且这个列本身它的作用可能也是比较小吧。因为一个人会不会救啊，跟他船舱的编号关系大吗？而且就算有点关系，但是我不知道船舱啊跟这个一个船上那个位具体位置分布它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我很难啊把这些值划分成几个区域。所以说在这里啊，船舱这个列啊我们也不要了。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什么？看着有什么 S C 啊 Q 啊，它表示着、啊、就是说，嗯，这个泰坦尼克号其实我不太了解，它到底经过了几个港口。在这个数据当中啊，我们看数据里边给我们呈现出来这样的含义，里边有三个值啊，分别是 S C 还有 Q，代表着咱们现在的一个船舱啊是有不是船舱登船的地点是有三个 S 码头 C 码头还有 Q 码头。 那对于这三个码头来说呀，你说你要上哪个码头啊？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比较难了吧？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还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究竟是这个人，他后面会救跟他在哪个码头上岸的，这有没有关系啊？ 如果说有关系，哎，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一会儿啊再来分析一下。那这个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在咱们做一系列事情之前啊，先保证一点，一定啊知道数据里边都是什么东西。那这个数据，你说理解起来简不简单啊？简单吧。那之后啊，咱们会给大家找一节课。 看一些比较复杂的数据，那些复杂的数据啊，你起来有这么简单吗？这就没这么简单了。这一步啊，相当于是人件已经把一些关键信息啊帮你汇总好了，省着你去做了数据结构化这个问题了。在这里啊，我们拿到的数据就是一个稍微相对来说啊非常标准的一个数据了，做起来啊也是比较容易的。先确保啊每数据当中每一个列咱们都知道什么含义，一会儿呢我们就要用这个数据啊去做去搞一些事情出来了。